迎大家观看 JavaScript 开发系列课程之事件绑定。通过本集视频的学习，大家可以掌握传统事件绑定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上一讲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使用脚本模式处理事件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覆盖的问题，一个是 this 指向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写一个函数，统一的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一下。那么在这个函数中呢，咱们处理覆盖问题就用前面说过的这种方式，处理 this 问题呢，咱们就用这种方式。下面我们写一下这个函数啊，看一下，写一个定一个 function， 咱们叫 add 什么 event。 那么这个需要接收什么参数呢？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那个被添加事件的那个元素对象，元素对象。第二个就是事件名称，第三个就是对应这个事件的处理的函数。那么在这我们要解决覆盖问题，首先要什么，定义一个引用，然后判断一下这个事件之前有没有添加过。我们用什么 type of， type of 什么呢，元素名是吧，元素对象点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前边都有什么，都有一个 on， 咱们再连接上这个 evt， 这个呢接收的是事件名称，那么前面再加上一个 on。 那么这样写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出现红线了是吧。如果它等于什么，我们后边应该判断它是不是 function 类型的，然后继续往下写。但是这儿呢使用点儿，运算符就出错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给它改成另外一种使用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点儿，也可以使用中括号的方式是吧。那么这咱们用一下中括号。那接下来呢判断一下是不是 function， 如果是 function， 说明之前也存在相同的这个事件，我们就怎么样给它保存一下，指向一下这个事件 obj 什么 on， 然后再加上 evt。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 obj on 加上 evt， 复制为什么 function 这个函数，这个函数让它去执行谁，执行第三个参数接收的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功能。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又存在一个 this 指向的问题，所以说这里面要写什么 call， 然后这传递什么，传递 this。那么你之前这个 IEF 是不是指向了一个相应的相同的事件呢？如果它不为空的话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前边还要判断一下 IEF， 如果它不为空，我们还要执行一下 IEF 所指向的这个功能。好的，这个呢既解决了什么覆盖的问题，这是解决覆盖的问题了是吧，然后呢解决了 this， 在这是解决 this 指向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啊，测试一下 add event， add event， 第一个比如说咱是 window， 第二个呢事件，事件呢咱就给它传递 load unload 是吧，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功能，对应这个事件的处理函数。那我在这直接写 alert 什么Hello， 这是第一次调用，然后呢我再调用一次，咱们看一下会不会存在覆盖问题啊。这我写一下什么 world， 把前面的注释掉，来运行一下火狐浏览器。应该是先是 word 是吧，我们看一下哪错了，这应该是什么 ti 写反了啊。再运行火狐，大家看这个就是先是 hello， 然后呢再是 world， 这个覆盖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是吧，而且 this 指向的问题也解决了。下面呢咱们用这个函数测试一下事件切换，那么我们把这个事件切换改成调用函数的写法。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unload， 这个呢是给 window 添加 unload 事件，所以说呢我们改成函数调用 add event， 对象呢是 window， 事件呢是 load 事件，然后呢功能 function，
把这个拿过来，放到这儿，然后下边呢就是给它添加 onClick 了，是吧？给 div 添加，所以说呢，这咱们再调用一下 add event， 这个呢就是谁了？通用的，我们这直接写谁？写 div， 然后呢，然后是事件，是 click 事件 ，click， 相应的功能呢就是调用 toBlue 了。这是这个，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在这儿也给这个添加事件了，所以说把这改成什么 add event， 这个呢是谁呀 this 了，是吧？我们写一个通用的 this， 然后呢第二个是事件，就是 click 事件，第三个函数是调用 toBlue 这个函数。同样这也需要修改一下，改成 add event， 对象还是 this， 然后事件呢是 onClick 事件，函数第三个是转成红色的，那就是 to 什么 to red， 这样的。我们运行一下，大家看，我点击蓝色，再点红色，再点蓝色，没有问题。那如果咱们在这儿之前再给它添加一个功能，比如说 add event， 还是什么，还是 div， 给它添加一个还是 click 事件，然后呢第三个 function alert 什么呢， alert 这个 javascript， 我们看一下，那么能不能每一次都显示 JavaScript 呢？大家再看，点一下是不是显示了，变成蓝色，我再点又显示了，那么这个覆盖问题是不是就解决掉了？好的，那么咱们看一下它，我们改成这种方函数调用方式之后是否存在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火狐浏览器，大家看，我一点一直点，当我一点了多次的时候，大家看一下控制台，大家看这，点击右下角，然后呢在查看器，大家看一下，这就出现了这儿了啊。 too much 什么 recursion 是吧，这个是太多递归的意思，也说当咱们多次去连续去点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错误， too much recursion 就是太多递归的意思，因为咱们这里边什么，是不是事件太多了，你点的次数多了，那么这个添加的事件就多了，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把用过的事件给它删除掉，那么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写一个函数，是吧？这个是什么，添加事件的，这个相当于是添加事件功能。下面呢咱们再写一个移除事件的功能，移除事件，写一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咱叫 remove 什么 remove event， 移除事件，那么我移除谁的事件，对不对？所以要指明那个元素对象，然后移除这个对象的什么什么事件，对吧？所以还要接受一下相应的这个相应的事件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边怎么判断呢？如果什么 obj， 判断一下它有没有这个事件，是吧？然后是 on， 加上谁？这个事件名，判断一下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咱们给它移除掉，那么移除也就简单了，是吧？然后是 on 加上 evt。直接复制为什么，直接复制为 now 就行了。那么当然了，咱现在这个移除呢就是什么，这个移除这个对象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个事件，是吧？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这是 window， 这个是 onclick， 只要是给它添加的什么添加的那个 click 事件就全部移除掉了。咱们先这样实现一下，来看一下，那咱们在每次添加之前应该先把之前的事件给它移除一下， remove event，
那么这个是什么 ？this 事件呢 ？click。那么你在这个事件之前的 click 事件就都被删除掉了，对吧 ？click 都被删除掉了。那么同理，咱们在这儿，在这次添加之前，把它之前的也都给它删除掉。下面呢，咱们再运行一下，刷新。大家看，我再点，我连续点了多次，大家看右下角，右下角没有出现错误提示，是吧？没有出现错误提示。刚才这个是什么？右下角就出现这个，出现这个红色的了，就说明出错了啊。那么大家看，我连续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多余的事件已经触发过的事件都已经被删除了。但是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了呢？大家看一下，存在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把这个事件再给它展开。因为咱个是什么呀？咱现在这种实现方式啊，是把这个对象所有的这个事件上定义的功能都给删除掉了。那如果我把这个再给它加上，把这个给它加上来看一下，再运行，刷新一下。那看我点第一次的时候显示了 JavaScript 是吧？我再点的时候，大家看那个 JavaScript 就不再显示了，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这个。click 对应的这个功能已经被什么？已经被删除掉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应该是具体实现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具体实现起来应该是再加一个参数，就是你删除的是这个事件上的哪一个函数，是吧？比如说我这个删除的是 to blue， 具体的函数的名称。我们应该这样，具体应该是这样实现的啊。这样呢，就是把这个上面所有的和这个事件相关的那些函数都被删除掉了。那么，如果要想删除指定事件上的指定的一个函数呢，我们就应该用便利了，是不是？便利这个上面所有的，然后呢和找到相同的再进行删除。这个便利呢，咱们就省略了啊。另外呢，这个添加事件的功能呢，其实它也是存在一些细节问题的。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咱们给它把同一个功能给它添加了两次，什么意思呢？大家看，比如说我 add event， 我这有一个函数是这样的啊，比如说随便写一个函数 ff alert， 然后呢，这个是比如说是 gs。写了这么一个函数，咱们在调用这个添加事件功能的时候，大家看，我第一次调用了 add event， 然后呢，比如说是 window， 然后呢，事件是 load， 然后对应的功能就是这个 ff 函数，然后呢，我又写了一次，复制粘贴，大家看一下，这两次添加的什么？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也就是说我给这个 window 的 unload 事件添加了同一个功能，都是这个函数的功能，那这就什么了？这不就重复了吗？咱们这个函数没有进行判断，是不是？比如说你添加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和之前已经存在过的啊？这个如果咱要把这个功能加上呢，也要用便利来实现啊。这里呢咱们也省略掉了啊。好的，这就是咱们用这个函数的方式解决了这个脚本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讲我们先介绍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视频。